明天这个人要告我，明天他要找我麻烦，你一直在那边担心恐怖，反而事情不好。我为你供花，我为你供水，我观想你变观音菩萨，我替你超度祖先，反正我都帮你做好了。我已经跟你结善缘了，特别你对他的祖先，你对他的冤亲债主都跟他结善缘，你回向给他。然后你明天去跟他谈判的时候，还没谈，他就说 OK 了，先交给你再说。你会觉得不可思议耶，因为你从来没有恨过他，你愿意修忍辱，还故意去对他好，这个就消除掉你跟他的对立。各位试试看，这个你不去试，你永远不相信，这个叫什么？念一下，不可思议。所以很多人一起做好事，天上就会出彩虹。为什么？因为我们做好事的时候，特别有悲心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那外在的环境也会转化，就这个意思。所以今天你生病，那你不要忧郁，不要担心，静下来乃至修慈悲心，你会发觉病不见了，心态变，业报变。所以我们叫医报随着正报啊，这个身体是医报，正是你的心态吧。所以你要调整的是你的心态。所以因为所有的病都跟心态有关系，贪心叫水病，嗔心叫火病，所以呢愚痴叫风病。那佛经都有说傲慢叫硬病。什么叫傲慢？膝盖不好的人就是傲慢，跪不下去，自以为是，膝盖吹个坐个车都回来都会痛啊！你会觉得你膝盖因为就是傲慢，自己为自己条件，所以你骨头容易出酸痛的问题。但是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傲慢，不要眼睛高高在上，傲慢的人眼睛还会不好，因为高高在上啊。所以因为心态变成如此，所以你要开始谦虚。你要修嘛，多身段柔软的去帮助对方啊，这是你要修行的，对治你的烦恼。所以没有烦恼了就解脱了。所以那烦恼来，烦恼从哪里来？那就是因为我叫执着，有个我这个东西的存在叫我执，我爱的我喜欢的叫贪，我恨的我不喜欢叫嗔，就这个意思。所以就会有贪嗔痴，那你就会造身口意业，就会轮回。我讲这个道理，各位如果你经常看佛经，你会觉得这个很熟了。熟，问题是你不用没有用啊。我发觉现在因为研究佛教知识太容易了，读佛学院太方便了，但是能够把佛法用在自己生活上的就少之又少。你看他个性就知道了，平常好好的，一开始这样啊，你包括出家人啊，因为这是他的个性，他从来没有修。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佛堂啊，弥陀佛，快老了快死了，他叫你慢慢，该快的快，该慢的慢，你要接受调整。抄经，你这个人急性子的人，你要抄经啊。所以讲话会三二一跳来跳去的，你要抄经。因为你抄经的时候，佛陀就直接在你心里面。记住啊，抄经不是你在抄，是佛在抄。为什么？你佛的心念佛，不是你在念，是佛的声音。如果你觉得你在念，那就错了。你觉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把佛普度众生的名号从我心里面念出来，要去帮助众生，不是我在帮助众生。如果你觉得你在帮助众生，你会骄傲，把自己全然供养给佛。那我成为佛的工具都没关系，我的眼睛变观音菩萨的眼睛，我的耳朵变观音菩萨的耳朵，这个是大乘佛教的精髓。大乘佛教不要你消除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解脱的心，大乘佛教不需要，你可以直接转到那边去啊。眼睛不是我的，眼睛给观音菩萨，眼睛来看真理，眼睛来看哪里受苦，帮助别人。眼睛不要有分别好坏的想法，对方越糟糕
越需要观音的爱，对方越无明，你越需要给他光明。这个就是你学佛了，你决定受戒的这个意思。这个叫菩萨戒。这第三个要讲的心，念一下菩萨心，也叫大悲心、菩提心都可以。第一个真上心，你要持戒不施，相信因果。第二个解脱的心，那你要消除我执，或是经常思维空性，对治烦恼。那以这两个做基础，各位记住，不要跳到第三个，这两个做圆满才可以做第三个。因为第三个做的跟第一个都一样，只是动机不一样。你还是在布施，你还是在孝顺父母，你还是在放生，你还是在拜佛，只是第一个是为自己在拜佛，听说拜佛身材会好，来世做皇帝，声音好听，努力摆这样。那第三个呢，愿带众生受无量苦，在拜礼拜十方佛，你一样在拜。所以成佛跟没成佛做的事都一样，但是动机不一样。比如说世间人点一盏灯是一盏灯，用菩提心点一盏灯是一亿盏灯的，这个叫功德。因为你想的是众生，那这个只能扪心问你自己。不过我认为要修这个最好孤独的修，因为有些人的习气，有人他就要斗，有人他就要比，他要比给人家看。所以我经常带人家去坟墓，你跟谁比？你们你后面都你好好念，你好好布施。因为那个时候你觉得，因为你不会跟鬼比，但是人跟人比很奇怪，两个美女站在一起就会比一下。我这是习惯，因为这个习性就是以前带过来，攀比，打仗的人，做官的人，权力斗争的人，做皇帝的人，做这些高富贵的人，他就喜欢，他不习惯别人比你高一点，他就不喜欢，内心里面不习惯。就像照相，有时候旁边站，我说你能不能站后面一点，你比我高啊，你把师父给贬下去了。当然我师父跟我说，做菩萨不能太高，不能太帅，不然人家觉得你跟我不一样，你要觉得我跟你一样，我们都可以修。千万你不要认为说我修得很好，我要外表比人漂亮，比人高，比人特殊，那个叫骄傲。最容易出问题就这些人，不分在家出家人，你注意看。因为他有一个攀比心，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那事实上你看祖师大德的传记，燃灯佛碰到阿弥陀佛，燃灯佛视线是一个肮脏的老和尚。有名延寿禅师，然后那时候与和睦王说要请1000个出家人，结果和睦王说跟有名延寿禅师说，师父你说请一个出家人就有一个佛，到底那个佛来了没有啊？那有名早就来了，都在后面，你们都不知道啊。皇帝哪一个赶快告诉我，坐在最后面那个老和尚，因为他进来都被赶出去好几次。结果因为和睦王对有名延寿禅师有信心，跑去老和尚对不起，听说你是燃灯佛，一直磕头一直拜。然后呢，燃灯佛老和尚，哎呀，弥陀多嘴啊，弥陀是谁啊？有名延寿禅师啊，他们都显现了。所以中国人说，当你显现你的身份，故意的，有时候故意要舍报了。也就是说，当他们在显现的时候一定很平凡，所以各位你长得很平凡，你一定是佛菩萨。你故意长得跟人家不一样，你怪怪的，你可能阿修罗道的就很喜欢人家，我要不一样，这个心态会让你一辈子很痛苦，这一点只有你自己知道吧。所谓的出离心是了解自己，你必须了解自己而征服自己，这一点是你要自己看见的。那当然最高的叫大悲心，慈悲人人都有，哪一个动物不爱自己的小孩，连老虎都会爱自己，这个也叫悲心。但是大慈大悲跟悲心又不一样，悲心慈心是每一个妈妈疼小孩，这个都自然的，这是人性。但是你要培养到大慈大悲，那要加入佛性，那就是空性。
所以这一点，就像昨天我跟一个居士，他还在跟我说，他《唵嘛呢叭咪吽》要念1亿遍，我在后面鼓掌，请你有1亿遍的大悲心，不是1亿遍的《唵嘛呢叭咪吽》。如果持咒而没有了解经典的深意的话，而就跳到那边要攀比的话，会中毒。啊，我拜10万拜佛，我说你看我就很骄傲，你拜10万拜，可能你没拜过佛。啊，为什么？拜佛是不是要把自己降服掉，让所有众生坐在你头顶叫拜佛？我顺便教各位啊。有时候有空打坐的时候啊，把你所了解众生的苦看到你前面来，看到会掉眼泪才行啊。我们以前念观音菩萨，念"唵嘛呢叭咪吽"，你不掉眼泪，师父不让你念。他说你念了中毒，也就是说，你要把众生的苦一直拉到前面来，而把这个苦要想到变成你最爱的妈妈，因为我不认识她，也不会掉眼泪。但是我们的妈妈或亲生儿子在病的时候，你心里会掉眼泪，所以你要把这两个接在一起，然后自然掉眼泪。那个时候你再来念"唵嘛呢叭咪吽"有用，为什么？有悲心才念的，这个你要练习。然后，当你练习到你真的会掉眼泪的时候，看到袋鼠，看到北极熊也好，看到非洲的这些老虎，老虎很可怜，它可以吃草了，但是它没得吃，它不吃草，所以它宁可饿死。羊也可怜，老虎也可怜，你要一直思维到掉眼泪。那掉眼泪你怎么帮助他？我没有能力。所以祈求十方诸佛，当首先你把众生想到你面前，想到掉眼泪，你要一直修哦。然后再来，你就要想诸佛菩萨在你头顶，因为他们好苦啊，这些众生妈妈好苦，我要祈求阿弥陀佛、药师佛，我要一直祈求，祈求到感受到佛在加持他们，感受到佛在加持，等于感受到。然后那个时候感受到你把佛移到你的心，那时候你不会掉眼泪。那个时候啊，充满悲心，为什么？我只想救他，以佛的心影响你的心。第三个，当你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再把众生又拿回你头上来。刚刚是佛在头上，现在是众生。因为我们修大悲心的人，就是要把众生顶在头顶，就像观音菩萨说，我头上的阿弥陀佛是代表众生，是要让众生去净土成就阿弥陀佛。就像大势至菩萨头上顶着父母的骨灰，不是光他的父母，所有轮回众生是我头上的骨灰，是我的父母。各位一定要修到有这个感受，千万不要说我会读书，然后我会持咒，我会怎么样，然后你离开了那个基本的修行的时候，好，你就会中毒，变成一种慢啊，骄傲，那你就没有机会了，因为你很难再转过来啊。所以佛陀说，宁可慈悲，但是不能着空啊。宁可老老实实的去相信因果慈悲，你可以不认识空性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去追求空性，你舍离慈悲去追求的空性，那叫偏空，甚至叫邪教，那对你会有很大的伤害。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林永清。目前国际疫情依旧严峻，入境时如果身体不适，
请主动告知检疫人员。入境后请落实居家检疫措施。一、留在家中或住宿地点不可外出。二、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状况。如有疑似症状，请联系各县市卫生局，不可自行就医。三、家中若有65岁以上的长者、6岁以下幼童、慢性疾病患者或没有个人专用房间及卫浴设备者，入境后必须入住防疫旅宿。最后提醒，不论居家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避免触碰眼鼻口及做好咳嗽礼节。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罚款100万元，千万不要以身试法。Om Ah Hong Om Ah Hong 你咋大你我说我你啊呢我家的生了大个有的生了大个的你生卡里了大个有的你咋地咋地我说让给那多少大个有的那多了当然的那多我休息的十八岁那多点咖喱片的那多从去十八岁透过了的那多从去十八岁的做八千不过什么其实让这么准备上你别准备就会有的他他跟他们说那么的准备是别的有的你这位他的老婆准备的那多呢你的让你给他公家去生了这个小伙子没事了刚才进来的来到部分公家我刚才进来公家的那么多人把没那么多冲冲的这里归因那时间那么多冲冲我们称吧就是那么多几千没把人我一辈子刚才的那不及你中美的你啦，准备过年了，这个让炸的，这个炸药的准备，这看个炸的，你就不说哪地让炸的，准备好了，喂，这是炸的用药的，这里就看个咱们准备哪地让炸送，原来这里大大，这里工作不干呢，大地刚准备的刚干呢，这准备就对完了。老年的有的人说，你有的这样，你骨子都不疼了，这个准备的也有的，电话就搞的，电话给贴个，搞贴个，等于怎么等于，老年啥子的，我妈的，电话给上好了，你那个有的，那老快那个那个有的，就是绿糖包茶酒，就是煮个东西，就是，麻的。唐啦马家的地呢你记住的地里让菜皮把马做把的你嗓子把这里煮嗓子给有的那个菜皮把的那个菜皮把的看看这煮的地呢那么去煮到马家的菜的等于这个地煮跟我这个咖喱锅就弄过有的弄了这里这个地里弄这大把地方的地呢这里这个他那当个活人渣，你是家不起来个啥个事情呢？弄掉了的呢？这用地的这意思，啥那我扛一个那样子呢？弄个那个这个地方的人手，你这个这个准备的工是工匠呐？你这个生造物呢？这里生的呢？你不得了，准备的就这个这里，这个红果了，这里这个红的了，啷个？轰轰轰轰轰轰轰！这让人拿这让炸的，哪有炸的电影？我这里就是到轰这个这里，我们轰这个那么多送过药的，那么多没办法了，轰这马林啊这个药的，马林啊让人给错完了的，你知道我咋打？那不能去这里药的，等于你这里你压着了汤，你拿过的。没不搞的，那不简直没不搞的。你假如哈当准备啥活的，你话没吧？准备就是得有的，对。对，提了提了是挂的，
就是心什么我那都，那个那都我痛，那都我痛去洗把子了，就那都这个没办法的洗把两个去的，就是啥的啥啥的，啥子啥子呢？那都这个没办法，啥子啥子的，啥子啥子动吧，动不了就啥吧，这个你这是农民家的，下用的设备，对对哒哒，那个的我嘛养鸡给他去了。那个的那个错了的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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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身体的经济结果到达你让个我说了第八结果到这个搞得这个对的假如我这种没事我的身上我的让你的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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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我光说这个我也在这里呢抓没吧让让他踏出了那打了哈佛松这个你的没吧这个是这个让让个准备的是这个这个一起样的高腰的你里头到老百姓吃到一些肉面，一些肉面，这个从大陆过来些黑货的，这肉面吃不着，晒肉面白吃的，我从汤煮出去把那里汤不到，那我们娘们那么，顶开帮他们这个在这个晒，你这样我做人了，对我们家嘛，他们就吃两个菜，那就我们家嘛，对菜不就这边嘛，啥我用过了嘛，炒炒了我们家就。今天那些就叫我我们杀我的那些，他们说让你杀我冲冲的用过的，干这是第二个恶习就可以吃不了的。第二个恶习呢，这养到养到光明，养到养到光足了，这了，这了你理没吧？你怎么他们现在抓了？差也不要的，这了他是把让我出的，是把让我出，让个让，让这个让啥子？从门让这个让啥拉开了的？这家伙如何的？矿山可以用的，矿个让这个矿啥吧？东巴的也没吧？这老的吃的嘞，这就别的这个别男的别什么吃着过嘞？什么的？那矿的，我叫现在这里叫他，拉把个拿刀他的。怕没法查出来，让我那头鬼玩的，当生事我用不用嘛的？这里养的养的公，这里那头我搞了红的，然后咋个跑到了这里红红红红红？但是农民的不说这个的，那我的马儿巴这里，那啦，水里这个马儿巴，风里马儿巴没法的。人家穿个内陆的夹大袜，在上面上通着把的，人家基本买八双或者怎么样了，对，起码最慢没吧？对，你就是在那不干的，我们家的爹在这苦苦做的嘛，人从从那七十八十五的，人通通在那通过要的，这七八十五的，不行啊，这里用的可以，那到工地去帮那些。所以这样的生活那样的特殊没法子这是差异没有的这位的人的国家的地呢这两个地的国家上和他这很多那个地里面的辈子嘛不出来其他人中这位什么地方了里面我们给他这里面的东部的这个别人不是发现这么多面嘛，这个弄不着的，弄不着一个红，因为红工呢，用这的直接着里头，可是红工都不着嘛的，红工多的，红工炸的也没，用这家也估计因为刚两七八里要嘛的，一般用这马工了，红工炸的结果我们这里，然后一个炸个炮弹了这里，红工上去用过，这个这个红工呢，这个。那不查完了，对吧？这现在当下啥家人，当下啥家都没有了。这个就说说，当年民族就没完了，这个被批送，这个这里这些人的这些，最大的工作任务，
国阿弟的那阵，开始红就搞阿光过就那块头，你要用卡嘞呢？对不？对不？搞彻底的，司令官当要用这的，你只有是南山那阵，沙尔汉地的要，东部汉地的要没的，那不同街道大什么山的要用，你看看用嘛，要用玉米什么的，要用玉米，那都玉米什么？对，那我要不了东北人吃。那我当不得话也不了东北人吃。当那我也不了东北人，你把了得话也不了东北人吃。你那路可不可啥话也不了东北人吃？对，当那当，对，得当，对，啥当吃？对，啥当的什么是热当吃？这个是当头的节的。这是个让我的家老居民知道吧？你就吃没吧？你那样嘛？你那工资没吧？阿松，对，忙活的不差嘛？你这这他十多岁被人拿走，你这家的老居民的啥不？你过去住呢？那个地呢？那个还讲同事啥不知道？得养牛的，哪个养牛的谁被？你从广州要过头，你这个等于去到那块了，等于没两个吃的破烂去。等于去到那块了，但是这里三十层楼了，不就到到三十层楼了，不就住了几个，没那么久。各位永远记住，我们修大乘佛教，任何一个行为都息息相关的，而且承担的所有六道众生的苦与乐。对上用生命依止三宝，依教奉行，做什么事情要依止三宝，不要用个人的想法分别。每天所修功德来承担众生苦，所以对上发起菩提心，对下发起所有难忍永不退转承担众生苦的大悲心，这样我们就能够安住在无我平等，接触一切众生却不执着一切的空性智慧，以出世之心做入世的关怀，不管你做先生太太，做老人小孩，乃至现在很多天界众生、阿修罗道众生，也所有人类众生，所有三途苦众生，只要有心者皆有佛性。你越想要利益众生，越要懂得净化自己，放下，全然接受，全然慈悲，就是改变世界、改变因缘最好的方法。世界能不懂，一直跟对方斗，一直往外处心积虑，反而一直造恶业，一直痛苦。